动手，一起上。眼看着自家主人被徐阳打飞了出去，身后其他五个紫黑色长袍的鲛人族强者同时出手，而徐阳这边以无双为首，龙坤等人也同时迎了上去，一场巅峰五打五的对决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身后鹰王子等人则都保持着观望状态，因为他们很清楚这种级别的对抗只有徐阳的团队能够和对方分庭抗礼，自己麾下的这些人冲上去只有送死。你们几个立刻分散一些人手，寻找父王和母后的下落。鹰王子随时下令将自己麾下的这些兵甲军团战士们进行分散，因为主战场已经根本不需要他们的帮助。而此时徐阳五人和对面的这几个紫黑色长袍鲛人族强者各显神通，每一次对攻都让整个主宫殿震颤不已。徐阳和这鲛人族女子之间的抗衡更是让这些冰雪神朝的族人们大开眼界。蛟龙腹，突然间这妖女背后幻化出一道完整的黑色蛟龙图腾，朝着徐阳的面前压了上来。这是鲛人一族的本命手段，而这背后图腾现化出的也正是无尽海真正的霸主蛟龙王。徐阳赫然发现这图腾出现后，妖女整个人的战斗力似乎提升了一大截。想不到你们鲛人一族还有如此手段，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哼哼，你如果怕了的话，现在退出这场纷争还来得及。我还是那句话，你并不属于这里，没必要趟这趟浑水。你错了，既然现在我站在这皇宫当中，那么整个冰雪神朝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关，而如今我选择和鹰王子站在一路，那就势必要和他们并肩到底。你们这些外族人想要打冰雪神朝的主意先过我这一关。徐阳的话字字珠玑，铿锵有力，根本没有给对方任何辩驳的机会。只是这一战继续打下去，妖女越发觉得自己的实力有些不够用了，她也根本看不出徐阳的底蕴究竟哪儿是尽头。而事实上徐阳仅仅只发挥了自己巅峰实力五成不到的力量，就已经让面前这妖女难以招架。听着，接下来我要认真了。徐阳说着，手中修罗之剑再次举起，浓郁的黑色气息瞬间外放，不过几个眨眼的功夫，整个宫殿战场内到处黑气纵横，而这些黑色气焰对徐阳一方的人们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的伤害作用，但是对面前的几个黑色身影却是体现出了难以抗拒的灵魂压迫力。修罗之力强大的本能就是让生命体感受到源自灵魂深处的那种战力，此时妖女麾下的这几个人无疑是体会到了这种感觉。怎么，你还不打算放弃吗？你做梦，今日就是我儿取代那狗男人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妖女变得无比凶狂，而她所做的这一切也都只是为了给禹王子拖延时间罢了。同在这一刻，宫殿的最深处密室内，禹王子面前的法阵已经开始启动，而法阵的另一侧被禁锢的那个人正是冰雪神朝的王。原来禹王子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拥有冰雪神域的父王对抗，因此他想要夺权，想要征服自己的这个父王，唯一的办法就是夺舍。所谓夺舍，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侵入对方的肉体当中，压制对方的灵魂，占据这具肉身的主导。一旦成功，就等同于与王子拥有了父亲的身体，自然也相当于继承了冰雪神域的力量。这样一来，也就让他的预谋完美实现。更重要的是，一旦夺舍成功，与王子根本不需要背负来自冰雪神朝各方面的压力，他就可以扮演起自己父亲的角色，轻而易举地借助整个神朝的力量铲除禹王子以及徐阳这些外来人。夺舍大阵正式启动，整个密室内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气息波动，整个王宫似乎都随着这股强大的力量
不由自主地震颤了起来。国王的情绪变得十分躁动，他虽然被禹王子用特殊的手段禁锢了灵魂，但是凭借体内冰雪神域的力量加持，他还能够通过本能感受到身边发生了一切，更加清楚了眼前的遭遇都是拜这个儿子所赐。禹，你这个孽障！父王，你老了，应该休息一下了。你的眼中只有鹰，而忽略了我这个儿子。今天，我就要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夺舍开始。禹王子话音一落，周围六大阵眼上的紫黑色长袍鲛人族强者同时动手，集结六个人共同的力量，向冰雪神朝国王所在的阵眼核心位置发力。这国王纵然实力强悍，又有冰雪神域护体，但是无奈自己的灵魂力被完全限制，根本无法调动体内汪洋一样的力量，更加不可能同时阻挡这六大鲛人族强者的联合施压。没一会儿功夫，借助大阵的力量，冰雪神朝国王身外的守护气息完全崩碎，禹王子的夺舍正式开始。他的灵魂已经脱离自己的本体，开始朝着自己父亲的肉身靠了过去。与此同时，皇宫正殿主战场内，徐阳一方人已经完成了对妖女一方几大鲛人族强者的彻底压制。这几个家伙已经完全躺在地上，丧失了战斗力，大口喷出鲜血。现在你只有唯一活命的方式，那就是告诉我们国王和王后被囚禁在什么地方。妖女放肆地大笑着。不用再挣扎了，当我儿继承那个臭男人身体的时候，你们所有人都要死。冰雪神域的力量根本不是你们能够抗衡的。徐阳无奈叹了口气，并非是他动了什么恻隐之心，只是因为面前这个妖女作为一个母亲，她已经为了自己的儿子付出了全部。我不会亲手杀你的，但是我会亲手打败你的儿子，证明你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徐阳话语间不过轻轻一挥手的功夫，这妖女整个人被一团黑气完全禁锢在原地，彻底失去了行动力，而他背后带来的一众鲛人族高手则全都被樱花子下令斩杀。就在这一刻，无比剧烈的震颤声完全爆发，恐怖的气息波动迅速席卷整个皇宫。看样子那家伙应该是成功了。